我不能学哎，这我不哭，我打我呀。娘们，那咱们六万呀，我那外当他来，我那能干不进呢，我都很讲，六万那姑，车里骑不动，我爹给俺。 我想比咱们包干部的嘞，不用包五嘛，我们就要农员，我们包都有马五，啊，我们要在那个马口还，啊，我们那在外面还往到巴西当的哦，当你二来比吗？大哥，你两家给了哎，这水壶两把两给哎，这马两那，两斤吧哎，你这都行了。 又一个月没有写信了，家里还好吗？猪仔应该大些吧，别忘请假拉米来操作。到了就不好了，最近工地很忙，我们建一个鸟巢，开运动费用的。下雨天有点潮，腿有时会疼，把我的兔皮护膝给寄来，不用快件，普通包裹就行了。 让小马好好读书，不能总玩。看来不读书是不行的。老林，我要怎么怎么做呀？啊，花床，谢老妈的来帮忙屋。我今晚都够，我怎么做？我晚上睡觉，我得看阿哥睡觉嘛。我不着，开运动费，一个人就拿再留着那样呢。 我那当的接浪，加成加拼对手哎，也用那弄水也弄，路弄得弄多，也弄我就弄那样。我不要往下说，也弄就开运动费。我想当的那些浪也弄香，弄着大点，还棒，到水晶雕龙，朝里看个路，你要都爱，弄都内涵。开运动费按在丢，弄弄慢，弄弄慢，拼对手都有学。 外面的河北面的，俺给弄弄的嘛。平头六，六块二。我还没来给弄呢。我还在平头六，我想在平头给你啊。我爸，你妈说，你要买点料就给俺去。我喜欢用豆酒顶的，也能料浓香。我喜欢酒，就这顶的。 我帮忙说，给弄着开运动费。又一个月没写信了，家里还好吧？猪仔应该大些了吧？
别忘了请加了米来炒煮，大了就不好了。最近工地很忙，我们建一个鸟巢，开运动会用的。下雨天有点潮，腿有时会疼，把我的肚皮腹肌给烧来。小马来一趟也行，小马大了不能光读书，到北京看看也行。明白过道，好嘞，我们不会好把我们北京的解放流氓那书做哎，发给我们就像弄阿里阿玛爸母下了地没用下载你爸爸母把我这么多母都没想把我们上母也没可能跟谁家米拉得被烟白哪里等我得烟的大白就得上山如果你们像好母用北京的母就将来把地拉死母姐啊又将来的爱我母刚把拉在阿姑呢我多你想好像在嘛都把你但有个嘛屋现在就问人在嘛都把呢我留学的班那些人妈你姑母老我妈妈多那些我都你不都你老这样大真娘姑呢阿姑呢我嘛屋不知道呢多少屋呢一阿人在屋呢哎我姐那在屋了人在屋想着把你嘛屋想着我老伴着你吧下了母姐你到呀对呀哦当屋过来哦屋俺们给弄俺养的料理哦上有弄料理阿多给弄爱再给弄回爱也用的料嗯谢谢阿威我都得回去好弄看看别人回呗哎好嘛再学习我能进哪里哦好像你是对你嗯姑买呗因为那个那些五六年的呢弄还想给弄哎弄没得像好像还大肚江还大肚奶带水的灾这那溜溜的水要配娘你们从那从弄那么钱的话倒也我想谢谢那不那屋呢一弄啊屋呢我只有白金白金盖下来给弄什么都像我这脑袋不睡我用马手白金啊当我把就白金阿姑老这么把个头把钱的我当不到哎哎呀我都跟我们弄哎没赢没老白金还有没就买票去那么就照相去还没我俩不过啊那就啥都阿哥弄我们等一下我有弄那就呗弄想过弄我们这都没都就这一定都我可跟说就这边我拿过去我还有五百件鞋我没同意我没不想弄不成五百件鞋就在外面的哎啊不是过来我把两同意要美国的嘛像我能给我留了像我留了像我也能够马虎的黑我不想可能给点我还想给了星期中给多像买假期让你像我们都没我不拜了可以留下这里马杀这里马拜这里马家这里马上不会好拜阿牛吧你但不帮你等你不能够买嘛你家妈妈帮你为我都敢帮犯法嘞好拜阿牛吧你不骂都是丢呗我过来我都是骂你家妈你比帮你给老人给到不能担心嘞那边都就在那里我不会应该就这点多但你过来嘛多想着我才会会说我老师在陪着多那么地下都多那么地下都多那么地下都多那么
俺都有人都给我给我说呢去我们第二星期切的灯就这个星期我去回嘛什么北京我身体原是帮你个屋把我们都拿上去好吗屋那家那拿蛋贵嘛切第二星期马路来上你家马都在想嘞，把你家太小了嘛，都在想了。咦，那你家这个雷公山个，你家呢？一百多万，你吃了了了后来，七百弄多想嘛，才骗我们白捡的嘛。那我哎，那边多想嘛，骗我们白捡。啊，你嘛钱，把你嘛再多拿，那拿我回来你给我买嘛呢？那我们用北京的马东那人民那么多熊嗯你啊你嗯把他一起马过来亚东那人把他绑来骗你哪里留哎哦我还要北京提名把腰我要救了你打那点哦，牛打那点地牛，打地牛我干那没心脏。嗯，对，牛啊，刚刚都在我下午，不刚刚都在我下午，连开车开屋都来嘛都下屋耶。都来可以啊，咱帮包家干嘛样来？从哪来的？表嫂。表嫂来的，那很远了，回去要走半天吧，不容易的啊。你们这点草药买不出去吧？我给你们10块钱，你们赶紧往家赶吧，天黑了到不了家，你们同意吧？我们家还有好多草药，以后就卖给你吧。我是帮你们的，我自己的草药都卖不出去，
我有句话该跟你们说，现在大家都一窝蜂地去搞赚钱，可你们不应该经常赚钱，学生要好读书，你们知道吗？我们不是赚钱的，我们是谢谢了，谢谢。是啊。我妈住医院，娘舅妈跟到地方住医院，我个要做来，嫁个娘妈。那我妈来，在住院工作开里，拜拜拜医院开路，而且娘舅老板就住，拜你娘个住老板兄弟。那样就是原配的娘娘，我们叫那个帮忙，小明哟，那拿了啥搞嘞？该下哪乡了？哦，我就想了修那个下学校那底下乐园了。哦。嗯，英语新老板，弄到乐园的嘛。嘿嘿，我刚才听到的新老板了英啊，哎呀，我们学校太巧了嘛。完了，我有个大个作业，俺娃下得想不见啊。我们都想嘞，我听到了俺在看样。上奥来摆摊了没？一梦见我把鸡想了吗？我们家他们老想我了，让我忘了，都想了。哦，过冬的多想我了，冬的呢？妈在在上奥来摆摊了没？嗯，我们也买够嘛，弄家没用到油哎。是吗？我现在都到到快门，快门中心嘛，他盖住，外面满屋，满了汗。看不到用，我稍息到我们我那边等你做梦。我们还没见，我们还要弄马烧不见呢。王哥们，你们有两亩呢，就还没家呢。对嘛？哪里我没还啊？我平均买卖多呀，我给他看拍照弄讲究，就有么好回答。坐在后岸，大家都最边缘。哇，好久吗？好地想修呢。你玩过五个吗？这阿拉雕像，半夜半弄雕像。他们用过。你阿公不阿来帮忙吗？弄家悠悠三家雕像，看来都像弄内没。可能那雕像不是说弄远了，哎。用旧那大很少的，就那么大牌，就用旧那大很少的米呢，哎的哎。我们家米么大牌耶，我就家就像啊芦荟。有事吗？这东西能卖多少钱？120块。不能刚刚重量，这上面的花纹都好看，还不加些钱？
现在都是按重量啊，你那花纹好看，没人喜欢也不行啊。现在就是按重量赚钱，人家要的就是银子。漂漂亮总不能一个价，这是我爷爷送给我的，爷爷说是当年最有名的一个银匠给他打的，多好看啊。现在都抽卷烟了，谁还会用这个装烟丝啊？那个年代早都过去了，这个时代就是按重量算钱。这不公平，漂亮的东西就应该贵。哎，你卖你心爱的东西，肯定有什么为难的事情吧？能不能告诉我？我必须去北京，可没有路费。去北京干什么？那很远的，要坐两天的火车。我爸爸在北京打工，我要去叫他回来。妈妈不同意他打工了，还有我要到北京看一个叫鸟巢的房子是什么样的。鸟巢？是给鸟住的还是人住的呢？不知道，所以要去请看看。哦，我想起来了，你等等。你看看这个，这是一个游客送给我的，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这是一种外国咖啡，叫雀巢。不、哦，我明白了，这就是一句广告。就是这咖啡厂要盖一座像鸟巢一样的房子，叫人们在里面喝咖啡。哦，对了，就是咖啡馆。这不就是一个广告吗？在鸟巢里喝雀巢咖啡。对，没错，你不用去了，这就是广告。不是，是开片都会用的。好，我帮你吧。你把东西放在我店里，我给你200块钱。你爸回来的时候，再叫你爸拿200块钱回来，把东西拿回去，这样行吗？行。回来好好给我讲啊！没问题，放心好。好嘞。哎，小朋友，你今天来个饼还是来碗汤？1块钱一个饼。还有1块肉，不贵啊！现在猪肉都涨价了。你能卖些大米给我吗？我们没得蒸米饭，生的大米。你也太生了，你有办法煮熟？有，你就卖3毛钱给我吧。好好好。好，给，不收钱了。小小年纪知道节约。你昨天不是还买了4个啊？那是我们采草药赚了钱。那么说你今天没采草药就要省钱。哎，谢谢。叔叔。哎，我要2节竹子做饭，行不行？哦，可以嘛，这好的都不要拿，你看这些坏的啊，你拿，你拿去，要不要？谢谢。Thank you.
们能站得稳不？站，站，站好，站好，好。我来了，给你们先给你们，那下周的物业大概会用会用会做我们的，来阿达。木带有小生，他来福州。我叫阿霞，我叫福州，你叫我们霞妈，他来福州那些人呐，我不爱你，不要。哪能做行子？叫阿霞，让我来福来去有那些多，福州收养那些人呐，阿就有牛龙子呢，让阿有大梦，叫你福州有开大梦，把一些就寻找人追大梦叫。我节目阿了呢？我老多呢，就那像有阿来吧，我有得得，我白拉一百拉点我。我有得九点钟，我用嘴巴拉下弄，木到了吗？木，我在东南弄些喂。木用你是这样？我把香烛。哎呦，木说，木说你乌阳最好的哪了吗？用板凳，老小屋，我木见干啥，我把香烛。乌，木老老可能搞不安全，我把木我把香烛烟，那乌日子带木送老乡，九点钟先上老干农窝口喂。母阿伯谁啊？母娘哪里讲？我有家乡话，我要轻松。我爸就讲，我俩弄一样，我家父母。我娘母底下，你呢？就东西呢，老还没用啊。好久是比呢，我蛮好，好你唔白见呢，我真好呢。是吗？我先问，请他们先问问马哥啊，没人讲那么个老多想，我说难过买哦，你嘛多想还。唔过哇哦，你白难过先，你可能讲难过唔少哦。就是啊，不好你唔好，你老娘老笨哦。哦，叫你呀，我怎么想少呢？两种人，你有好几种人头，对，像你有的梦，俺老婆我不啊，俺妈想弄你啊，俺再没个两就多哎。上满白金白上红雀脚，嗨，哎呀，哎呀，你谁叫红雀？你还多少个人叫？我也有。
向我们北京多交点好友。哎呀，我前天拉屎弄，我们往身上呀，拉屎弄弄，脚都没打油干净。哎，哎，杰克老师啊，不老地方中，我很难个分担，嘛不挣嘛挣十三喽，嘛挣十喽，拉屎弄个麻烦了呀，谁没打油，还不如来上呀，老，还没多多的条，条白。唱不歪哦，我嘛拿领上呀。大强，大强。哎，空姐了，喏，大强嘛阿霞呀，哦，胡志强。这里烂嘛，当我来呀，孟丹，我看那个阿米家了。孟嘛，我要干点的。哦，阿家屋放木铁。嗯，木铁。哟，还没去北京啊？这边挂了，还请你的烟盒。我已经这个去北京的入会了，我只想看看我的宝贝。哦，只想看看。我从北京回来叫下去，你放心吧。快去广场喝不要钱的米酒吧，杯子是我做的。你是喝了酒过来的吧？
亚叫，等你穷啊，当初我想的弄不结晶的。我们亚叫，等下俺们弄黑，等下明天嘛你叫黑。但是侬弄暗的，忙的我还没到黑，现在嘛你们都累，把地也打个呆，穷下过都话咩，去点卡吃去话嘛。谁问过？我们这边人到阿里来给侬聊会嘛。我娘在那骂人命啊！我一听明，七旬的只留给侬娘在留。爸爸不问用，喜欢读的少，有啊，对我班上阿里人。哎呦，快点吧！我阿爸唔想侬来当嘞，我爱写的哟，唔了单，我爱发呆，来的哟，爱来想想。哇，小谢唔了单嘞，他留完了，我管他干嘛呢？他留个单侬，我先了单咯。就检查，哇，鬼我们还有个口，火车我们俩坐个，到北京有火车，哇，从两个，火车有阿小。我两个一定拿个名头，王英哥，我们谢谢。我马谢红我，他不用帮忙的姐，都让他们姐姐。俺们该谢谢，一些我打不打？你必须要考试干红。没有钱吧？否，我有些要打不打？还没打呀？那个呀，我咋个再打？那个么老，也该么问嘛？阿哥哟，哎，阿哥多想，多想了，哎，多想到老在，啊，他经常跟阿哥买菜，就爱么多大斤，打那么多把，哎，忙打面条现在弄伢么多，啥弄干么多些，哎，弄么条老在，哎，老在也想干么，我嘛在用，俺我看么个老在 ，M M 我看见你，有点想钓哎。就是我拿个铁头车费呢，现在可以阿姑，先莫碰不打算，等我来接，阿小了在不呢？那个我们家，妈从他都那么领，到家把我们屋，养着什么屋嘛？我先屋安，快到了养着我们屋，到了养着一头弄我呢，是吗？什么？要咱们要咱们再往前吗？你往前记得好啊！咦，我老大呢？新路边没盖中药呢？什么？新路边弄那么大，我真迷糊了。街上这样大，冷气我都要往下。冷冻哪哎，快要白了。No， 给你 No 一，我来给你来。哎，快 No 冻哪好久了毛？哎，你不落呢，想我多哎，跟住人呢。来，来你。K， 你住了，你住了。
么冷呀？我到谁家里呀？谁家呀？孔飞嘛。哦，问题嘛溜，我那么些，啊，我们这个叫谁？不叫上，不叫台，你的。这嘛，我都问那起码叫车呀，该多少公里的嘛？我老侬开要紧，开紧我侬老。俺侬龙翔没有个养在哪里？谢谢你呀，谢谢你引导没引导，还引导导演，还要求那帮人要求那。啥叫来话接？第二拜。哎，小朋友，到唔识听完地哦，唔识听完慢哦，唔识来丢个样在香，样在刀，啊，顾不丢顾样在飞啊。啊，就广场，就天安门广场。哦，就天安门广场。像，刚才来了嘛？这些弄了嘛？我来唔起呀。你在哪啊？啊？给哥，哎，阿帅哥，阿帅哥，咱们给哥俺们那网络，阿看那还修嘛？就真那个不，咱们说过要给他安排哈。哎，木阿婆嘞？喂，哪走了？哎，啥意思那关系？意思不帮大爷？不，咱就丢家个跳舞，不该不行嘛？啥？阿光阿来喊你，画画不帮大爷？不能就合法。哦。他叫我分的考起师专艺术系啊，就三年反正考到毕业。哎，后来他们个人倡导，找个装饰公司画画呢。没朋友，我真是那体渣呢，都要装修。装修呢，他地啊又画挂的呢，墙壁地方呢，都画画呢又给他们画。比最浓的时候，应该嘛比会画，老虎又画。
出名了吧？那么经常发的。哎，大概发觉花花真多多像，但是阿华康呢，大多像啊。想到咱们阿华康，这是俺嘛？哎，到哪买？啊，花花该花康那大部呢？啊，就样哎，花花的艺术，阿多像。阿花康呢，我艺术父母多像呢。拖地会收钉啊！我头发又高，还高一些，尿尿嘛也内裤在，然后以后啊，怎么阿拉化妆跟最高那个人啊，你咬过吗？不同说阿内么真好多好多了，像没有阿华师傅么？给我化妆啊！化妆？化妆相当难哦，阿都像哦。你像那种味道，滴到那样。得像干味道嘛，那种就怪那老钱，我咪个蹲那里，我玩结巴老呢，爸爸呢阿虎啊，老在阿虎。小华华，我说华来喽。阿侬，我不愿打海侬，我蹲那样我很难呢，行，我就不发，我不发，但就家打海那些，侬阳光。啊。我好多年不登录呀，啊，从那不登录更啊，有的时候呢，就要登录，好熟悉熟悉熟悉啊，亲家，就是那就那里吧，好少好少登录呀，相当于发觉俺的能力相反了啊，啊，这是阿华康啊。没事，等我老的，我那么我在东南西打海南，行了不烦的。来，老爹，电话吧啊，老毕啊，我家老罗打电话吧，别是什么搞个，啊，搞早饭送嘛，或者打给他啊，明天就问阿家打五十几，我搞笑嘛，或者表白呢？我呢？咱们刚刚整个，最后了，主播票。哎呀，来上来！啊，要不要？我们要滚蛋了！来，我们打工都吹正了。我们忙碌，晚上快到点钟呗。哎，师傅别忙哈，啊，咱们到路上等呢。没到点钟就，到点钟就明啊，有大梦。
我们都上来，我天天洗澡，不过啊，现在肚子都痛了。哎呀，你没事就好哟。那你看到我这还给忙了啊？现在我帮忙给他洗脸嘛啊，问个位置个，啊，现在妈妈也出门了啊。 把包放上去，这包不能离开我。要过一下安检，完了以后就还给你，放上去吧。过来，过来。好家伙，带那么大的刀上火车，差点让你混过去了。 从夹带在上面的，你看看，连水果刀都不让带，还不用说那么大的刀。那怎么办？没有刀，干什么事都不会踏实的。你踏实了，我就不踏实了。这把刀没收了。那不行，我从夹带它，它不能离开我了。那就不要出门了，铁路上是有规定的。要不这样吧，这个刀我替你保管，回来以后你再找我要，这样行了吧？ 朋友，大家好！古人说得好，千年修得同船渡，我们能坐在一趟车上，一定是缘分。我是参加超级明星选拔赛二十强的阿黑，在这里为大家献上几首歌，希望大家喜欢我的歌。你的归期。 这位小弟，想必是第一次出远门吧？请问到哪里下车？北京。哦，北京啊，那咱们可是同路了。看在你第一次出远门的份上，咱俩交个朋友，你一分钱都不用赞助我，我专门在为你唱一首歌，唱最流行的小薇，怎么样？小薇啊，你可知道我多爱你？我要带你。 飞到天上去，看那星星多美丽，在下一刻亲手送给你。你这位初次出远门的小弟的钱，我肯定是不会要的。我是把你当朋友兄弟看的，你要真想表示一下，那就送我一个苹果，让我润润歌喉吧。没问题，你的歌真好听。
找到一个，肯定是第一次出门，应该八九不离十。等会我过去，你把东西准备好。他会有人来接站吗？那可就麻烦了。等会我会问清楚的，你动作利索点就行。我的技术你还不放心？你的苹果真甜啊，兄弟。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出门啊，其实不用紧张，好人还是多。当然了、坏人也不能不防，像你一个包紧挎在自己身上，坐车都不放下，人家一看就知道有贵重东西，小偷反倒注意你了。真没钱什么的，就只有一块腊肉和爸爸的兔皮裤鞋。那你爸爸会来接你？他不会的，我没跟他说要来看他，说了他肯定不会让我来的。那你这样，出了车站我给他打电话叫他来接你。不用了，好像没有电话，不过有地址，我能找到的。你帮我看看这地方远不远？你看，就一块腊肉和兔皮裤鞋。哎，这腊肉不错，是你家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哎，我看看，我懂腊肉，每年呢我都做好些，让我看看。你帮我看看地方远不远？这个地方还真不好找啊。这样，你放心好了，出了车站我送你上公共汽车，告诉你哪站下，绝对不会走丢。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睡觉就这样抱着他了。对，爸爸又不重，抱着他。下了车可别乱跑，我们一定要一块出站了。哎，小朋友，刚新着凉了哈，注意包啊。警察问你什么了？没问什么，让我别着凉了。小心你的包，晚上小偷可多了，别光顾着睡觉。我不睡了，不睡了。也旧的日历，我们迎来了阳光明媚的一天，清晨充满生机，给我们带来希望。难怪古人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列车晨曲节目，这个节目奉献给您的是一些轻松活泼的歌曲，希望能够送给您一个清新愉快的早晨。旅客朋友们，列车前方到达的就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北京是世界闻名的历史名城、文化古都，是元、明、清等几代王朝的帝都。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位于市中心的天安门已成为新中国的象征。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这里有几十座中外闻名的高等学府，坐落着许多大型博物馆、展览馆和影剧院等文化设施，被誉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科技园，推动着高新技术一日千里的快速发展。北京又是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这里有故宫、长城、颐和园、北海、天坛等享誉中外的旅游景区。旅客朋友们，首都北京就要到了，我代表全体乘务人员，衷心祝愿各位旅客在北京生活愉快，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哎，坏了坏了！你身上带的这什么呀？是刀吗？是刀鞘，刀早就送人了，没带上火车。慌什么慌？别急。好了，没事了，欢迎来到北京。哎，快把你的包打开，我看那封信上地址。啊，不是跟腊肉放一起的吗？等一下，我们上去坐387路，不过还打一趟车。打车是什么意思？就是换另一路车。那不打了，反正近也，走就能到。我要上一下厕所。哎，那好了好，把包给我，我帮你拿着包。不要了，背得更方便一点。你快点把东西帮我拿回来，我都忍了一天一夜了，我实在忍不住了。瞧你这出息，这次我一攒够钱就把你送去借了。将来怎么都行，你现在快点把东西帮我拿回来，我全身骨头都是痒的。别急，我会想办法的，你别耍横哦，北京可不与我们呢。你快点啊。哎，这人多，我帮你拿了一包。不要了，连自己的包都看不住，那还剩什么？这包我就不准备离开我的家了。偷人东西了啊！都成小偷了吗？不应该偷人东西啊！是他偷了你的包，还要偷我腊肉？偷你腊肉？你腊肉有那么香吗？我看看。
把它铐起来。起来。小娇啊，跟我到派出所走一趟吧。我没办错，我的腰包是他偷的。得做个笔录啊，不做笔录怎么证明他偷了你的包呢？小娇啊，你跑得真快呀，还光着脚。好好练一练的，没准真是长跑运动员。城市里不穿鞋可不行，玻璃扎脚啊！啊，我给你穿上。谢谢。那我们走吧，哎，走吧，走。哎，小家伙，你这个跑步的人才，好好练练，马拉松冠军呢，啊！检验完了，是海洛因，共计八克。小家伙，这事儿值得庆幸啊！你小小年纪就单独出来，你胆儿够大的。老实告诉我，是你爸爸叫你到北京来的？是我自己要来的，骗了妈妈。连你妈妈都敢骗，你爸爸要知道了也得批评你啊！小孩子出远门一定要有大人陪同，知道吗？否则替人带了毒品，你都不知道多危险。是说我吗？我帮谁运了毒品？小刘啊，一会儿你送这小家伙一趟。记住，18岁以后天南海北任你走，可现在不行啊。小家伙，你够能跑的。哎，小家伙，第一次来北京吧？那对北京有什么印象？我已经带够，太厉害了，跑得快。啊？北京太大，路硬，楼多，还有北京的检查叔叔好。哎，你跑得可真快啊！追上了小偷，又接着追上了狗。没追上狗，是狗停下来了。什么愣啊，走啊。这就是鸟巢。当然了，你不会是外星人吧？姐的烂呢，好姐能老骚哎。
老贾，儿子大老远的来了，你不请他吃顿麦当劳吗？你要不请我请。吃不惯。只要拌上我们家乡的一点辣椒吃，比什么都香。老王来一点吧。我怕辣。啊，你来点。好，来点。对了，明天就煮我的腊肉吃。我最爱吃腊肉了。我年份一样，又在家读没？你读没丢啊？我让妈读，保证不会又才年中读呢。不谢，赶紧打包刀给弄。刀，那条书就在弄刀呢。那家没给弄，就家弄呢。丢了，我那个开奥运会嘞。那我把我接的烂，那该喊那我把我鞋带我俩鞋，你那些给弄下熊。我不火车票在下面嘛，起码该挨在那个电流沟嘛。下楼的没用着。下木样吗？姐夫姐，我那个韩国啊，我那么狠，你在那啥时候，我在去高压就都会露馅嘛。不用看题啊，你带我给他不稀罕啊。
升大二了是吗？那是来参加这次比赛有什么心情呢？啊，现在的心情相当兴奋的。听住，奥运大道通车，长跑比赛现在开始。我看到阳光照在路上，你来自希腊神殿的小光，创造人类奇迹神话，闻到人间味道只有尽情飞翔。未来世界我选择坚强，黑暗袭来我选择光芒，花儿的主张是风的主张，自然的主张是我的主张，飞扬的青春是飞扬的梦，飞扬的希望是绽放北京，一起一起能动起来吧，整齐踏过风儿掠过每一风景，最好的房子就是鸟儿筑巢，拯救人类不是上帝的灵丹妙药，祝愿越来越高还舌战什么环保，向鸟儿学习筑巢我快乐奔跑，张开翅膀飞呀飞，再大风雨无所谓，自在舒服自由飞，我什么都不会，加油加油，飞呀飞呀飞呀飞，再大坎坷无所谓，飞呀飞呀飞呀飞，来北京吗？是。那你到北京以后，现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没有回家的车票。没有回家的车票是吗？没关系，我们会帮你解决这小小的困难。那你来北京以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知道是开奥运会的主场馆。那你回家以后还有什么想法吗？比照北京的鸟巢，在我们林子里盖一个真正给鸟住的鸟巢。谢谢贾小马小朋友，我想对韦小六说，我赢了十五担柴不要了，只要你和我一起盖鸟巢。鱼儿游，溪儿流，烦恼忧愁起脑后，雾一浓，烟一浓，曲径悠悠无
来，烦恼忧愁抛于